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高中物理表面张力》，主讲实验中学陈其威老师。课程内容：原理及模拟、立体计算、实验影片与备注说明。桌上有许多回纹针，它的材质主要是铁，密度比水大。如果轻轻放在水面上，却可以让回纹针浮在水面上哦。主要就是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在回纹针与水的交界面分子间的作用力所造成的。但如果加入一些清洁剂，回纹针会立刻沉入水中，这是因为水的表面张力被破坏了，是不是很神奇呢？另外，像水皿也可以在水面上滑行，靠着就是这样的表面张力。表面张力可以使液体获得最小的表面积，就像一层弹性的薄膜，主要原因是液体的表面想要达到最低的能量。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水的表面张力有多大呢？准备了一杯水、滴管和回纹针，用滴管慢慢将水杯的水装满。同学在滴的过程要很有耐心哦，轻轻的滴，别让水溅出来。看似装满的水，同学猜猜看，还能够放几根回纹针呢？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哇，竟然装了七根耶，可见水的表面张力非常大。另外，跟回纹针本身它的体积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大，同学有空在家也可以自己玩玩看哦。在液体内部，液体分子在每个方向都受到临近分子的吸引力或是排斥力，液体内部分子受到其他分子的合力为零。但是在液体与气体的交界面上，液体分子在各个方向所受的合力并不均匀，所受的合力向内称为内聚力，使液体表面积有缩到最小的趋势。而在液体与固体的交界面上，不同种类的分子间也有着吸引的力量，这样的力我们称为附着力。将微观的内聚力与附着力一起看，在宏观的效应就是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表面张力。表面张力的基本定义是单位长度所受的力。例如一根针，让它浮在水面上，我们从侧面看过去，针所受的重力往下，而表面张力作用于针的周围上。由于静力平衡，可以列出重力 mg 等于表面张力的大小 tau，再乘上针周围的长度 2L， 表面张力的单位是力的单位牛顿除以长度的单位公尺。表面张力在生活中最常见到的就是毛细现象，例如将吸管插入饮料杯中，会发现吸管内的液面比外面的液面高一些些。如果把一般的吸管换成细一点的养乐多吸管，会发现吸管内的液面似乎又上升一些。若换成更细的毛细管，则上升的高度会继续增加。植物如何吸收底部的水分，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靠着毛细现象哦。计算的部分，将表面张力乘上作用的边长 2πr， 会等于拉起来的液体的重量等于液体的密度 ρ 乘上体积，底面积 πr 平方，再乘上高度，最后别忘了乘上重力加速度 g。 可以将等号左右两式同除以 πr， 移项后可以得到上升的高度 h会等于两倍的表面张力 tau， 再除以 low gr， 因此越细的吸管 r 越小，水面上升的高度会越高。如果将吸管换成两片平行的玻璃板，放入水中后也会有毛细现象的产生。从侧面的图形中，同学应该不难发现，内部的液面似乎有点向下弯曲，表面张力所造成的力并非垂直往上，因此我们在计算向上的力时，要乘上 cos theta 才是向上的分量。表面张力 tau 乘上 2L cos theta 会等于拉起液体的重量等于液体的密度 ρ， 再乘以它的体积，边长 L 乘上两片玻璃板的宽度 d， 再乘以液体上升的高度 h， 最后别忘了乘上重力加速度 g。 可以将等号两式同除上 L， 移项后得到上升的高度会等于两倍的表面张力 tau 乘上 cos theta 除上 ρ g d。 所以两玻璃板越靠近，代表 d 越小，水面上升的高度会越高。最后来看一题平行板毛细现象的范例。将两玻璃板以固定宽度 1mm 的距离放入水中，板内的水上升1公分，液面与玻璃夹30度角。请问水的表面张力大小有多少？代入刚刚的公式，因此表面张力 tau 会等于 ρ d hg 除上 2 cos theta。 我们将刚刚的数字代入，代入数字时同学必须注意单位，
宽度 1mm 必须带入 0.001 公尺，水面上升 h 1公分必须带入 0.01 公尺。计算完后的结果可以得到表面张力涛会等于 0.0566 牛顿除以公尺。看完原理的部分，接着我们要来看一下毛细现象。我们准备了5根透明的玻璃管，在底部的金属盒加入水，水面上升的高度会随着玻璃管口径大小越来越小，而上升的高度会越来越高。那水的表面张力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准备的实验仪器有亚克力盒、两个透明的玻璃板，其中一个粘上刻度。在做实验之前，同学记得要把玻璃板跟亚克力盒清理干净，避免脏污影响水的表面张力。玻璃板上的刻度每两格间距代表一公分，两片玻璃板的间距我们透过两个薄片用长尾夹夹住后来固定它的间距，形成平行的间距。薄板的厚度大约为 1.5mm。 表面张力涛再乘上它的边长 L 会等于拉起的液体的重量，液体的重量我们用密度再乘上重力加速度再乘上它的体积。表面张力作用是在两边，所以要记得乘以2。由于两边的 L 都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把 L 消掉，接着带入刚刚的数据，两倍乘上表面张力会等于水的密度 1000 再乘上重力加速度 9.8 再乘上上升的高度1公分除上100再乘以两玻璃板的间距 1.5mm 再除上1000换算成公尺，得到水的表面张力的大小大约为 0.0735 牛顿除以公尺，与网络上查到的 0.07275 牛顿除以公尺大约相